希望东区不了，坐地铁站。那希望东区不了，牛津路呀。牛津路了。牛津路那应该身体行不行啊？我搿搭住了搿搭。啊，蛮好。蛮好。哎，蛮好。搿搭要觉得要钞票要拿脱伐？自家呢身边有眼眼钞票要养老唻。就拨侬钞票去埃面搭买东西嘛。买东西嘛，管是勿管是啦。但是人那老的嘛是搿种习惯了，主要是。到埃面房子能调得起伐？还要装修吧，还要出物业费咯啥个对吧？哎，要对的，还要不出来吧？因为俺俺养老钞票还要弄不出来。侬多少大年纪啊？我73。哦，73岁。嗯。那么，假如讲，那不搬闲话，搁这旁边绕地铁站嘛，那倒还蛮方便啊，真正。像上海有的谁搬起我来，还多少眼钞票？那么也。也不一定多吧，还要贴钞票再买房子啊。上海有的钞票多，有的多个，有的有。多少钞票我嘞？不住嘞，不住嘞，我马上就走了呀！说谢谢。那马上要烧夜饭了呀？早了。那是跟搿个子女住了着个？子女留在上海。哦，辣上海，那一家子，那两就两人住。两人住。搿旁边在哪房子啊？哦，搿是租拨人家个。搬迁是好个，只要搬得起。只要搬得起，那也可以。那么还有一个嘛，只要要公平。公平。就大家在闹一样的，不是不要闹，那一个公民和公民是比较而已。啊，比较的对。对吧？我平常10万，嗯，对吧？伊的平常20万，根本那一样的房子根本我去住的。伊的平常5万，根本我便宜。那总归要。哦，大家要一样。要公平点。公平点，对对对。是要好点。哪个房子那个属于是中等？我的房子来我少个辰光是好的。是啥辰光少啊？90年少的。哦，搿也是从哪边看蛮新的了啊。新的。侬个房子造了几点啊？搿辰光啊，搿辰光是就造到几万呢？啊，几万啊？哦，90年代几万也蛮结棍了，也蛮结棍了。搿辰光90年代我也开叉头，开叉头。哦，侬老早是蹲辣市区开叉头个？嗯，市区。哦，市区开叉头个。哦，所以侬好像崇明口音勿重哦。啊，我啊，搿搭假使讲㑚勿拆，我倒也蛮方便。搿门口头就地铁唻，正好，对伐？本地不是十一肯定要拆，肯定要拆啊！哦，肯定要拆，搿没办法了。你像那上海搿个黄金地段，有得本灯。哦，就搿周围要做配套了，大概。要地铁小镇了。啊，地铁小镇，就埃面头是高铁小镇，崇明埃面头高铁小镇，那都是地铁小镇。我们有枢纽的。哦，搿搭枢纽的。出来的搿搭是一条路。搿搭是一条路。哦。枢纽站，搿只地铁站蛮大哦，搿就讲未来搿只。应该大个。崇明唯一个地铁站了，啥意思？一个高铁站，一个地铁站。搿崇明现在就发展起来了，对伐？那个交通一通嘛，肯定人更加多了，下趟。来往更加多了。那交通是对我们老。也无所谓。无所谓。那勿大走出去了。嗯，我就勿晓得下趟还要坐飞机上伐？搿搭。飞机上大概来。靠千多米都快了。哦，靠米都要少只。哦，蛮好蛮好。老百姓们只要拿。搬来搬去，装修，装修小搬来，铜钿不要弄出来，不要弄出来，对吧？不要贴钞票。那稍微有眼铜钿么，养养老啊。那现在呢，阿拉2700块嘛，稍微多少点点。哦，侬农保对吧？农保啊，2000多。2000多块。啊，侬搿样子讲，侬90年代开叉头也蛮得钞票啊。没钞票哪去借房子呀？哦，就赚了钞票就找了个房子了。搿是我赚着的。啊，搿是我赚着的。搿是我几小人啊，弄啥物事，小人们结婚了，啥物事培养有的。也侪用光了呀。嗯，对对对，好好好，祝那个身体健康，我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啊，再会。